谢谢，感谢您的掌声鼓励。谢谢您。今天是一个好日子。是啊。啊，高峰高老师相声专场节目。对。他今天连续出台三回。像这样的演员挺累的。啊，当然还是瘾大。不是，当然人家挣得多。是。怎么着得有回报、啊。不要再笑了。是啊。我们上台就让您休息一会儿。啊，因为我们说的不怎么好，我们要说的好的话，今天就是我们的专场了。别说了，哈、啊，今天高老师挺辛苦的。是。我们上来就让他歇一会儿。啊，休息。当然了，我们赶紧说。嗯。说完了好下去，这叫好车不爱破道。对，好车。咱们。哎，说反了啊！啊？说反了。怎么呢？别说好车不让破，像话吗？破车别爱好道、啊、你别拍我啊！别拍我啊！就是你别挡道，那意思就是、哎、我挡什么道了我？我让人家休息一会儿，多休息会儿。咱们哥俩给大伙说一回。哎，咱们俩也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。保不齐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我叫岳云鹏，是您一个小学生。您客气。一丢丢这么一个小学生。嚯、哦，还一丢丢还。说的不怎么好，是吗？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老师。我怎么样？他、什么名字？不，这个相声啊，不，是我们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咱俩一场，你把我名字忘了，啊？蒙住了，蒙住！我怎么让你蒙住了我？忘却了，你别忘却了，还忘却了，你好好想想。叫什么来着？你这就有罪知道吗？这就，你别说啊！我不说，你好好，你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。我还些许的时间。叫什么来着？行，你想不起来，我得歇你。我些许让你。叫什么来着？大街上小孩骂街老提你。骂街提我啊？提什么呀？孙呆。啊，去。谁们家孩子这是？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废话，叫什么来的？好好想，我想想啊。啊，你别说啊。我不说，我想想。您想。你别说啊。您快说行吗？想起来了，你说吧。没想起来，你拍什么手啊你？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那好，甭费那劲了。啊，孙悦。啊。孙悦，孙悦，嗯，这仿佛是个人名字呀。岳云鹏是狗名字呀。你看这人不会聊天。谁不会聊天啊？你，我想起来了。那是我告诉你想起来了。孙悦，哎，你有一外号。什么外号？二师兄。我哪儿的外号？二师兄，没听说过。您的耙子呢？谁的耙子呀？那耙子落后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有耙子早爬您了。不是你吗？不是，没有这个。孙悦，孙老师，好好的，不开玩笑了啊！别开玩笑。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的面啊、我问您一个小问题。那别开玩笑啊！不玩笑了，不闹啊，不闹了。啊、小问题啊，您好好问。听好了啊，嗯您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？我就是后悔的未遂了，你说，甭来这趟。那你跟兔子很有谁跟兔子？哪有兔子呢？里头小白兔玩又玩，没有，两只都竖起来了。甭说这个，不再玩笑了。嗯、这位老师，你好好的，孙悦孙老师是吗？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员。你好好夸夸我。确实是他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哎，他都不会。这还，现如今这样的演员不多了。对，这样的演员全都上春晚了。他们就爱听这句。最可乐的，刚才我一上台，这位还扶一下话筒，还能录音，录了你也不能播呀你。白录了吧？录了也不能播。你别瞧那边都疯了。他确实说的不错。是吗？那一个捧哏演员能说到这份上，确实是不错的演员。你是不是捧哏呢？当然了，捧哏不需要什么词儿。嗯啊啊！去你的吧！
就可以了。你等等，你等等，我可完全就可以了。等等，我觉得我可以给大伙说一单口。你说什么单口呢？你怎么就说单口呢？怎么了？你俩一场节目，别闹啊！我都过去那一篇。哦，过去了，那篇过去了。就说捧哏演员，还算是可以。哎，可以，这不烫头的都挺好的。孙老师，哎，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，他也是我们这个当今相声界啊，嗯，最胖的一位。你就咬吃这就没完了，你就最胖的一位，那胖都胖了，高达500多斤，你就胡说八道啊！您说作为一个人类，怎么哎哎哎哎，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什么叫作为一个人类啊？说你是人类不愿意了？嗯，我听的不是这意思。二师兄，嘿，又来了是怎么着呢？就说这个愿意是不是？什么愿意啊？没有这个啊，是不是500多斤？谁500多斤呢？你260斤，260斤。哎，我老问他多少斤，他老跟我说260，260。对呀、啊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明白什么呀？那个秤就到260。那是，合着我让秤蒙了。嗯，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？你胡说。后来他用俩秤，啊、一脚站一个，全是260。对。合着我办事260，一会儿跟你盖一篮戳，给你盖一篮戳，没听说过。送超市一卖，送哪个超市？现在挺贵的呢。那就甭费，那么美呀、啊？你说这，哎呀，不再玩笑了啊！你别玩笑了。你看，拿人家孙老师开心啊、嗯，拿着孙老师开涮啊、嗯，您都不生气，是吗？真不生气。哦，再说一个，别的，再说一什么呀？上瘾是怎么着？不生气，嗯，这是好同志，是吗？啊，说两句急眼了，嗯、上脸了，不太合适。是是，好朋友，对，台底下。我们两个也是好朋友，哎，好朋友，他对我就好比是亲哥哥一样。嘿，他媳妇儿，嗯，我们朴嫂，哎，好像，哎，不，什么名字这叫？你朴嫂这？啊？我问你，问什么呀？你媳妇儿是不是姓常？姓常怎么了？叫被嫖？哎，哎呦呵，这别说了，这不吃一辈子亏吗？这不是？还挣一辈子钱呢？什么挣一辈子钱？北漂，人家外号叫、嗯、北漂，不是北京人，长北漂，哎，长北漂，经常来这边，就说他媳妇儿，啊、嗯，对我好像亲嫂子一样，哎，是，这是我的亲哥哥，嗯，那是我的亲嫂子，对，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，我们三个人好有一比，比什么呀？好，我就好比是啊，嗯，这是我的亲哥哥，是啊，那是我的亲嫂子，嗯，我就好比是武松，大哥啊，谁大哥呀？放下耙子您就卖炊饼，没听说过，像话吗？合着我武大，还咱们仨的爱情关系啊，我跟我媳妇儿是爱情关系，那我呢？你要有关系你也属于结晶。玩是玩，你会聊天吗？谁不会聊天啊？你看上脸了，上脸了，谁上脸了？不要玩笑了啊！是别玩，你半天玩笑了。就说我们哥俩是关系特别好，关系好，别这么闹，经常在一起，是吃饭，嗯，玩打球，我们哥俩最爱打球，是吗？真的，啊、特别打台球，哎，打台球，哦，打台球打得好极了，是是，特别是他啊，当然了，啊、他趴不下去，我、啊、那我打什么呢？我他都这样，走你，嚯、哦，他打台球跟玩飞镖似的，哎，好。最爱打球是吗？啊哈！后来我们哥俩，除了这些 啊，其他的爱好我们也有，有游泳啊，游泳最爱游泳，是我扑通跳下去了，嗯，没事啊，他扑通跳下去了，没事，水就没了。那你在这爬底子爬呢？这什么叫水就没了？我游完了你再来。什么游完了？把你溅出去一会儿。经常在一起。你怎么这么水呢？谁水？你怎么这么贱呢？你没文化，最爱贱。你这不叫他这套。这位老师，你还老师呢？孙老，我们哥俩经常在一起。嗯，我三天看不见他，我还想他。是啊，我上他们家玩去。哎，你们家是不是住在西单附近？哎，西单，西单附近。嗯，我经常上西单去旅游。好家伙了，您怎么了？要饭这是怎么着？西单旅游哪儿人都去哪儿还、啊？什么叫要饭呢？那西单干嘛旅游什么呀？西单逛街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哇哟嚯，逛街跟旅游是有区别的吗？有啊，好吧，太有区别了。我从了你，哎，你可别从了我，嗯，
上西单去逛街，嗯，容易路过他们家门口，还容易路过他们家门口，这不就一回吗？嗯，路过他们家门口，我一瞧，嗯，这孙宅吗？这不是？哎，孙宅，孙宅，哎，孙宅，孙宅呀，这是。哦，这骂街的孩子就是你吧？你看这还奶音呢，孙宅，咋的？孙宅，孙宅啊，宅还像话吗？骂什么街呀、啊？指着门口这孙宅，孙到他们家门口了。嗯，这哎啊我，我得进去。你得进去，我可不能骂着过去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卷着过去。什么叫卷着过去啊？迈着过，迈门而过不能。迈门而过，骂着过。迈门而过，有那么一个成语吗？哎、什么？嗯，什么语？我无所谓，哎、反正就我就。帮帮帮无所谓了，帮帮帮，我就敲门。是啊，你还别说，打里边出了一人，嗯，他的小媳妇儿。我，你等，还小媳，我几个媳妇儿？啊，你看，小媳妇儿，我给大伙儿讲解一下吧。啊，你说吧，我都不明白，你跟我说说吧，说说吧，你说说。孙悦这一辈子啊，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婚姻特别的坎坷，真的。我坎坷。他一共娶了四个媳妇儿。哇、哦，真美啊。第一个怎么样？是他八岁的时候结婚了。我八岁的童养媳。哦，童养。他那会儿八岁。是。他媳妇儿岁数也不大。是吗？47还是46？哎呦嚯！没太大了这个。过不下去了。废话。就上那个民政局离婚了。哎呀呵，民政局管童养媳的事儿呢。后来第二回又娶了一个。又娶一个。也很白净。是啊。也很贤惠。哎呦。当然了，后来就让他师兄弟给领走了。啊、我们过这个第三回、嗯、第三回也不错，也不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我听说了。哦，您听说了。长得也很白净、都挺白净啊，也很贤惠、哦、头发也挺长。头发挺长，你比划哪儿呢？这是头发挺长，比划这儿啊。头发也挺长。哎哎呦呵，好马尾巴似的，挺长、嗯、长得好看。结婚吧。嗯，入洞房的当天晚上怎么样？他嗷嗷一声，他就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对方是个男的。哎，哎呦呵，这，像话吗？没有。最后这个小媳妇儿啊，是一个下岗的香港小姐。哎，我的真的得多寒碜呀！那这刚17岁。哎呀，长得漂亮极了。哎呦啊，北京有这么一句话，长得那是又狗狗又丢丢啊。哎呦，狗狗又丢丢啊、嗯，特别的漂亮。是是是，我一敲门呢。小媳妇打里边出来了。你嫂子？哎，边走还边唱。嗯，还唱啊、哎，爱唱。是啊，唱起来好听啊。是吗？我给您学学啊。您学学。这么唱的。瞧瞧我媳妇儿。淅沥沥沥，把门开开，哗啦啦啦，又把门开开开，门啊来，原来是岳秀才。哎秀才啊！哦，我不姓岳吗？哦，你还秀才啊？嗯，看见我了。是，他媳妇看见我很高兴。是啊，要跟我说两句。说什么呀？嘿，这小姐都这样。我是下岗的香港小姐。你承认了吗？我这不捧着你说吧？捧哏的嘛，是不是？去你！我鞠躬下台行不行？看见我了。你要跟我说话。哎呦，笑什么？你不笑谁笑啊？我这不在表演吗？您好好来啊，规矩点，这直播呢。这哦，对，直播，这管他那个呢，不要脸了。讨厌，我媳妇儿，缺德。哎呀。老不来了你、啊、人都想你了。叫、啊、叫行了，什么话这叫？要跟我说话、啊、老不来了。我一瞧这个嫂子怎么这么没溜啊。我逗你呢啊。嗯，他跟我没溜，我能跟他没溜吗？啊，你可不行。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，您说，老嫂子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。对对对，咱得规规矩矩，一本正经的呀。规矩点啊，我得回答他呀。好好的，最近忙嘞。小准备改技工了，最近忙着。你怎么了你？怎么了啊？美的心缝里，这是怎么了？
这是一种调侃。没，你调侃我们家干嘛呀？还调侃？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。没有，你不太了解。下三滥的劲儿。那行，那就别揉了。最近忙呗。哎呀，好，忙什么呀？你怎么样啊？最近生意好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啊！切得你！哎呦哎呦！你快进来吧！这都让屋来了。我信，今天是我是第一个客人。进来吧。哦，进来了。我就跟着我嫂子进去了。是。啊，进去我心想，无论如何我得问问他在不在家呀。啊，你得问问我呀，是不是？啊，赶紧问问。问问。我说。嫂子啊，阿孙在家吗？哎，你等等吧，还阿孙呢，像我辈儿太小了。这不是你是不是平时喊我阿月？我叫阿孙。像话吗？阿孙在家吗？他俩是凑一个名字呢。嗨，哎呦，别提了。怎么呢？喂王八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刚来我喂谁去？什么叫喂王八了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上魏王，上老，这连骗子嘴啊！这个上老魏家忙活去了，说清楚了。我一瞧，啊，老孙没在家。哦，老孙没有。好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再问问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。哦，你问问吧。好，嫂子。嗯。哎，老母亲在家吗？哦，我妈。老母亲在家吗？嗨。上房了。哎，嚯，把我吓坏了。这什么呀，我妈这猴是怎么着？什么叫是吗？哎，什么什么叫是吗？你妈是猴啊？你妈是猴。你会不会聊天啊？啊，因为你大哥是猴啊。我猜就这句，没听说过。什么叫我妈上房了？在上房屋待着呢。上房屋啊，说清楚了。我一瞧，在上房屋待着呢。啊，那我就去瞧瞧去。瞧瞧，好长时间我都没来了。是，我去瞧瞧老母亲。你得去拜访呗。我说嫂子，我去瞧瞧老母亲。嗯，转眼我来到上房，是，梆梆梆一打门，里边肯定是有人，有人，有灯光。哦，爸，我推门我就进去了。进吗？我进去一瞧，看见他母亲了。啊，鹤发童颜，嘿，真是，这个腰啊，也不弯。嘿，背也不驼，是眼睛还不错，保养得好啊，背对着我，是在那看书呢。哦，我好学习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这，哎呀呵，别看这书了，行，别看了，这么，哎呀呵，那别看了，看着看着、看不下去了，啊，没法看，把书本一合，是放回原处，哎，换一本插图版的，哎，这，行，坐下吧。没有看这个，他不认字啊，光看画啊，哈，像话吗？真不错啊！哎呦，行了，那老太太营养够大的。我一瞧，老太太看这个，嗯，我别让她看了，别让不让她看，跟我聊聊天吧。对，跟你聊聊天，我怎么着也比西门庆要强一些呀，对，对不对？跟你聊天还不如看那个呢。我说，老太太，你好啊，老太太，我，老太太一扭头看见我了，是啊，要跟我说话啊，得说话呀。讨厌，缺德！哎，怎么老不来了你？哎呀，你干嘛去了你？行，老不上我们这儿来了。老不上哪儿来？都是一家子什么毛病？这个让惯了人了是怎么着啊？我一瞧老太太还挺客气，没有这么客气。我最近比较忙，哎，忙啊！虽然是我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没有上班，但是呢，我没上班，你忙什么？我出去玩去了。哦，玩啊！老没看您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太，你身体怎么样啊？身体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嘿，你坐这儿吧。啊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是。老太太再一扭头，我发现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她后边有一卷儿。卷儿上面带着一朵小红花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，我妈的好日子。哦，那天是你妈的好日子。对对对，那天是你妈的好日子。你妈的好日子。你妈的好日子。我骂花。好家伙，骂起来没完了，是怎么着？骂街像话吗？谁骂街了？我妈的好日子，你母亲的好日子。哎，你母亲结婚？对，去。结婚像话吗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好日子不明白啊？嗯，生日。
生日。哎，我一瞧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，对，我也别打岔了。怎么呢？规规矩矩跟老太太说两句客套话啊。你得说，因为我没带着东西呀、啊。您孝敬孝。我说老太太啊，今天是您的好日子，嗯，是您的生日，我不知道，对，您不要挑我的礼，嘿，啊，我什么东西也没带，哎、明年吧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，对，到时候哎行行，我多拿点东西，多拿什么？多拿也看不见了，周年像话吗？不是吗？明年生日再来，哦，对对对，周年干嘛？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忌日，哎，一样。明年的今天我就记住这个日子了啊！您好好的，那我都记住这个日子了，哎、我再来，是我看看您来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吧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啊，我再给你斟点热的。哎，倒茶。我们娘俩正聊着呢，啊，就听外边来人了。来人了，他三位姐姐。哦，当然了，这三个姐姐凑到一起可是不容易。怎么呢？大姐嫁到延庆了，嚯、哦！二姐嫁到密云了，哎呦！三姐嫁到平谷了，都支援郊区了呢。三个姐姐凑到一块儿了、啊、我一瞧赶紧让你屋来吧。是吗？再说了三位姐姐手里头没空着。怎么呢？都带着东西呢。哦，带着寿礼。嗯，大姐牵着两只羊，嘿，二姐递了两只鹅，哇，三姐拿了两只鸭。是吗？赶紧出门迎接。快去把三位姐姐，我说三位姐姐啊，你好啊，啊，您来了。来了。三位姐姐看见我了、啊、要跟我说话。得说话，要跟我聊天、啊、笑什么？讨厌，看话，确定？行了行了，甭老不来了你、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是你不来，是我不来了？哎，好啊，老太太好些日子没看见你们仨了。嘿，进去吧。嘿，外边怪热的。哎，怪热的，快点。哎嚯，等不得了是怎么了？把三位姐姐让进去，娘儿四个在一起聊天。是，我在旁边站着，我站了没有一分钟啊，就听外边汽车响。我来车了，哎，整停在你们家门口。是吗？这是你们家人呐。啊，出门迎接。哎，得迎接一下。打开门一瞧，我一瞧，呵，啊，大车，大车，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、奔驰、宝马，差点没把我吓疯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大车、啊？没听说过，到底什么车呀、啊？这是？啊，攒的，攒、啊、的，我十三开门，攒三百上了，是怎么了？啊，像话吗？十三个大车呀，太大了，那车就跟开过来一溜小平房一样。那就好，我心想这哪拆迁呢？哎呀，没听说过、啊、我们家住轻轨边上了，连锅端都端过来了啊，连锅端啊。我正瞧着呢，又打车上下来一人。是吗？啊，穿金戴银，穿了一个红色的旗袍。旗袍漂亮极了。哎呦，又格格又丢丢啊，又来了啊，长得跟芙蓉姐姐一模一样啊、哎、那就别丢丢了，那漂亮极了。哎呀，我赶紧出门迎接。是吗？我一瞧这谁呀、啊、我不认识啊。不认识？问一问。得问问。我说这位女同志，嗯，您是哪位呀？哪位呀？女同志说话了，说什么呀？讨厌、哎、这我一瞧这你们家人呢。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我说你别这样啊。啊，别哪样啊。别这样，我是个好人，知道吗？哎，好，我们家不是好人啊。你谁呀？你是哪宅的小姐呀？那奶宅的小姐，臭不要脸，还奶宅的小姐？嗯，我姚宅的小姐呀、啊。没有，姚宅像话吗？你妹夫不姓姚吗？怎么嫁这么一人啊？这姚宅的，你妹夫姓姚？那就是闭嘴。我姚宅的小姐呀、啊。哦，引以自豪了还？你看了吗？我姚宅的小姐。啊。哦。您是老妹妹吧？嘿，呵，几年不见，长得又漂亮了啊！是啊，来进去吧，进去吧，里边人多着呢。嘿，你也说了，嗯，里边人多着呢，咱们别在里边聊了，怎么就在外头吧？哟，咱在这儿聊。当然了，这儿是热一点，是 是，不过没有关系啊。怎么样？咱们在这，我这有，像话有这么掀起来干的吗？啊，它不是热吗？热也没有这样的。我也说了，是啊，热呀。啊啊啊！哎，干嘛呢？热、啊、你眼睛看什么呢？这是热也别掀了。哎，哎呀，你们这个思想啊，就冲你们我们这也录不了，我告诉你。脱了。哎，都脱了，像话？要不先别转播了啊。哎，站台就关了，我看进来吧。嗯，进来待会儿吧。姐儿四个到齐了。是，老母亲很高兴。是啊，就这会儿功夫大姐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。嗯，咱老母亲的生日，
这样吧，咱们每人呢说这么几句吉祥话。哦，恭祝老太太生日快乐。好，哎，我是大姐，我先说。您说，以什么为题呢？以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。哦，寿礼。嗯，我牵着两只羊，我先说啊。好，大姐说，今天上寿两只羊。嗯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娘。嘿，待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绵长，富贵绵长。好，你母亲很高兴。是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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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妈这干嘛呢？这是高兴啊，高兴这样。干二姐了啊。二姐提了两只鹅，二姐这么说的。说什么呀？今天上寿两只鹅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婆，待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三多，富贵三多。你妈很高兴。是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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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妈兔爷，我妈是。该三姐了啊。今天上寿两只鸭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妈。嗯，待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妈富贵荣华，富贵荣华。好，你妈很高兴。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家人毛病，这都是跟老妹妹了。嗯，老妹妹说了，我拿两只鸡。哦，两只鸡。哎，在后备箱呢。啊，后备箱呢，我一会儿就拿过来。是，我说说啊。说说，今天上寿两只鸡。是，炕上坐着阎婆惜。哎，阎婆惜不是。炕上坐着陈冠希。没有像话吗？炕上坐着有寿的。哎，待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寿比天齐，寿比天齐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妈很高兴啊。对对对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可洋范儿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又回来了。嗯，姐儿四个说完了，是在一起聊天，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。是是是，他们几个在那聊天，我心里琢磨了，怎么呢？我别聊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是你们家人呢，我干点活去。干什么活啊？我做饭去。哎，这对，是不是？是长寿面。对，他做面条，做面条，擀面，做点饭。当然了，那是你们家地形呢，我也不太熟。是啊，我领一个人上厨房。领谁啊？你媳妇儿。领我媳妇儿。做面啊。我喊他媳妇儿。我喊。哎。哎。哎。还走。走。什么叫哎？还走？喊嫂子，喊嫂子，嫂子，行。反正喊清楚了，嫂子，走。我跟做贼的似的，怎么？行了。行，什么就行了？快走。他媳妇当时木讷了。废话，知道你干什么呀？怎么？干嘛呢？干嘛？哦，走走走。这明白什么了？这么高兴啊？这是什么？明白什么了？啊，做饭去啊！不好，你的模样可不像做饭去啊！做个饭这么高兴啊？这个，那这模样像干什么呢？就做饭去。嗯，甭问我啊。他也信。哎，做饭。哎，废话。上厨房。嗯。哎，我们先奔卧室。啊，先到了卧室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做面先奔卧室干嘛？你们家的房子盖的缺德。你什么叫缺德啊？得先进卧室才能到厨房。先进卧室才能到厨房。嗯，我这缺德房盖的。这什么碗谁盖的？这是当然了，往熏着都不怕。我们在卧室没有逗留。啊，你敢逗留啊？你直奔厨房。你快点吧。你到了厨房，窗帘一拉，门咔一插，拿一大缸咣顶上，我干嘛？然后脱衣裳。哎，不，我听见拉窗帘都不对。怎么了？你做饭你拉什么窗帘，顶什么门呢？我问你啊，别让我问住了啊。你问，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？这房谁盖的？这是对不对？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，把老太太呛着怎么办呢？哦，你是为了让烟出去啊？哎，你们就不怕呛着吗？我们会人工呼吸。做打卤面啊，可别屈锅啊，还人工呼吸还。那怎么着呢？你赶快做面 啊。行，这个窗帘咔一拉紧。哎呦，啊，门杠怼上。就打开都。对啊嘛。打开吗？打开。行，走。插这儿打开了。打开了。打开，别闹啊！行，别闹，打开吧。你看，有的是机会，咔一打开，有的是机会。窗帘一拉开，哎呀，把门开开，是衣裳一脱，对，哎呦呵，不要脸了，这都开开门把衣服一脱，干嘛这是？换围裙呢？
这换围裙非得脱衣服干嘛？你套上不就完了吗？行吗？啊？那可不行啊，那个。哦，那么也能穿呐？你净光着腚穿围裙了，这像这话吗？哦，原来那么也能穿，拿着当劈叉了你。行行行，把围裙一套，哎，我们俩开始在屋里忙活。哎，忙活什么呀？你说忙活什么？你说清楚了，忙活什么？啊？和面呐！这人思想就龌龊，我跟你说嘛。哎呀哎呀！我们俩这儿正忙活着呢，就和面呢。对，和面呢。哎，就听外边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。嗯，谁跟谁打起来呢？谁呀？他的儿子跟他的母亲。这怎么能打起来呢？打起来了。啊？怎么回事呢？啊？他的儿子任来峰。人来不怎么懂事儿，是，啊，今天家里几个姑姑到了，他很高兴，站在桌子上跳舞，跳舞啊，站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啊，他抱着暖瓶跳舞，哎呦，抱着暖瓶跳舞也没关系，是，把暖瓶给碎了，碎了吧，把暖瓶碎了也没关系啊，暖瓶里头有一东西，有什么呀？烟袋锅子，烟袋锅子，把烟袋锅子给碎了，哎呦，这是他母亲的嫁妆啊，是吗？他母亲最爱抽烟呢。又和我妈把烟袋锅子给碎了，他母亲能不生气吗？哎呦，这是我的嫁妆啊！是是是啊，你给我弄碎了，有年份了，就是啊，四五年了，哎，你给我弄碎了，你等等吧，你等等吧，我抽的，他的儿子跑得快呀，是是，老太太后边追，嗯，我抽死你！哎呦呵，你慢点，哎，还慢点，小孩跑得快呀，嗯，最后他的母亲把他怼到一个墙角，怼墙角，哈，啊，揪着脖领子开始抽他，那边。老太太叫亲孙子下不去手啊，孙子，哎，有这么骂街的吗？谁骂街了？这不孙子干嘛呢？这是不是他的孙子呀？哎，不是，是他的孙子。你孙子，你别孙子，你这什么辈儿啊？这叫你就还有区别吗？你好好说，你这我听着像骂街，叫孙子。哎，你算是解了气了，嗯，我抽死你！没有，亲孙子动不了手。我告诉你，下来，你告诉没有？我今天我要抽你，下不去手。我亲的没有打的，我你哪有打孙子的？打！我，好家伙的，孩子飞了，那还不飞了？两秒钟以后，哎呀，孩子落下来了，哎呀，再向他的母亲是拿一小棍，咔接住了，哎，孩子。我哟嚯！往地上一摔，打打打！哎呀，一顿猛踹呀！猫和老鼠看多了呢。哟嚯，行行行，踹碎了！哎，踹碎了，快碎了，快碎了！哎呀，七窍流血呀！哎呀，都不会哭了。是啊，还生气啊？哎呀，那就快弄死了，这就。三分钟以后，啊，孩子哭出来了。哎呦，哭出来就不易了，这孩子一哭。他媳妇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哟，坏了，坏了，孩子哭了，哭了，快，赶紧穿，赶紧，赶，你等等，赶紧穿什么呀？这是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说错了，说错了，啊，赶紧换，啊，赶紧换，把围裙换下来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出去了，哎，出去一瞧，老母亲在这生气呢，哎呀，孩子在地上躺着，哎呦，满脸是血，是，心里琢磨了，肯定是孩子淘气呀，淘气了，我。骂孩子吧，嗯，不像话，怎么着？已经浑身是血了，哎呦啊！我骂老母亲没有，也不合适。对呀，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他很聪明，是他唱上了，我媳妇唱啊，唱了几句，唱什么呀？词儿可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。哎呦，这么唱的啊？怎么唱的？忽听外面乱嚷嚷，不由得奴家心里慌，来到外面用目望，婆婆你不该把她伤。哎，他怎么一唱？是他母亲听见了啊？哈哦，把我烟袋碎了还埋怨我？是他妈一生气一着急也唱上了，也唱，唱的是新六评剧。哦，评剧啊，唱的好听啊！您来来，我给您学学啊！是是是，张生你呀，怒气发，开烟骂声小冤家，打坏我的烟袋，反倒把